看泡老太的什么治疗？什么情况下可以做子宫切除呢？年龄大的，没有生要求的，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做子宫切除？但是子宫切除不能预防什么子宫外转移，所以只能说，呃，年龄比较大，没有生要求，我可以做一个什么子宫切除？说切除了，它第一个不能预防什么子宫外转移，第二个不能什么替代随访，所以切除你的该随访什么该随访随访。好，这是我们叫什么泡胎治疗的一个特点。好，看看小题目。 哪些不是良性泡胎的临床表现？高血压、蛋白尿不是它表表现啊。然后说是不是妊娠剧吐？然后甲亢，还有阴道部位流血，哪项不是呢？叫抽搐。一般我们说泡胎发生什么，可能会伴有孕高中的表现，还可以什么？因为 I C 比较高，可能会出现妊娠剧吐，再也可能有甲亢表现。你泡胎也有什么表现呀？阴道部位的流血，但不会出现什么呀？抽搐。出现颅内压增高的表现，叫什么？抽搐一般不会是它的表现。 泡胎患者哪些情况不考虑是什么？不考虑给综合预防性化疗，哪种情况没有必要去做一个什么预防性化疗？所以、嗯、哪种情况应该选 B？年龄什么是三十五岁？我们说了，年龄超过多少岁？四十岁我需要做一个预防性化疗。再一个什么？泡泡越小得需要做化疗，而且这什么没有条件随访的我选择化疗，而且特别高的需要做一个化疗，这个没问题。所以年龄大于四十岁。 可以做一个什么预防性化疗？三到五岁没有必要给一个什么预防性化疗。所以答案选什么呢？选 B。清除以后常规随访的项目不保括啥？你无论如何泡胎清除以后一定要做随访的，是不是？问大家常规随访的项目必须可以做一个什么？妇科检查，看看局部有没有转移。然后呢，查什么？而且 CT 必须要查，做个什么胸部 X 线检查，还做个盆腔什么 B 超。 胸部 X 线，因为葡萄胎,胎想转移的地方哪呀？肺，所以我要什么做这个什么胸片儿，然后看有没有咳嗽，有没有咳血表现。我要做什么呀？胸部 X 线检查有没有肺转移？再一个呢，我要看看盆腔 B 超哪个没必要呢？现在是 B。这个阴道脱落细胞体图片呢，只要是看体内雌性激素的，尤其看雌激素的含量的，因为你这个随访的项目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呢，大家选什么？选 B 选项。 这个必须要查，就有我们转移，这个必须要查，它又伴随这个清除以后，还在慢慢的什么下降的，是不是？这个要查，这个、要查，所以大家选什么呢？选 B 选项。你查这个阴道细胞学图片没有任何价值，它只是反映什么我们什么体内雌激水平含量的，与你这个常规的随访项目任何的联系。好看这个题，泡在清宫术后可不考虑是清宫的是哪一种情况？ 没有必要考虑什么是轻谱啊，是不是、啊？他说破泡胎吸宫后一百天，它仍然持续什么阳性？你看半年内嘛，是吧？半年内三六百八十天，是不是、啊？破泡胎吸宫后，它呢一度形到正常水平，后有迅速上升的异常水平，那都有可能，是不是、啊？五个月出现了什么？这这这这这转移，就有可能是什么轻波。四个月阴道出现了什么？自然的结节，那就是可,可转移了。六个月内出现的表现，通通考虑可能是什么是轻谱、啊？ 然后在这个 E 选项，一年后出现这个表现，那可能是什么？是容外。所以呢，考验这个时间半年和什么一年，如果半年和一年之间，那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如果是什么半年内考虑是轻谱，如果是一年以上考虑是什么容外，还是一年以后出现，最可能啥问题呢？是容外，所以我们这个档应该选什么？选 E 选项。它降正常在什么平周数？多少周呢？要八到什么九周吧，是不是？ 选什么呢？选 D，叫八到什么九周，最长不超多少周呀？十四周。不要忘了，八到九周最长不超多少周？十四周。好，我们来看一下早产的频高频考点。第一个，我们要诊断的过程中一定要靠症状和体征。像诊断早产，一定知道时间是二十八到三十七周的之间，这个大家不要忘了。然后出现啥表现？出现阵发性腹痛，伴有少量的阴道流血或者血性分泌物，这也证明可能会伴有早产表现。体征呢？ 我们在这里分了一个先兆早产，还有叫早产临产。也就是说，如果一四分钟内有一次什么，至少有一次宫缩，伴有宫颈管缩短，我们叫先兆早产。那怎么叫早产临产呢？第一个规律什么宫缩？怎么规律宫缩呢？二十分钟什么超过四次，或者是六十分钟超过八次，我们叫什么二四六八，伴有宫颈管消退超过百分之八十，或者宫口进行性扩张大约等于几个呀？一公分。 有这几个表现，证明是早产已经怎么样临产？一般我们是这样规定的：先到早产还可以保胎。那如果早产临产，我们要准备抢救谁呀？早产儿要让他完成分娩，抢救什么早产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在体征里边，大家要分清楚是比较关键的。当然，对膜儿影响就不用解释了。说对胎儿影响，你要是新生儿呢成为早产儿，肯定存活率会什么降低的。治疗呢，我们有要求就是胎膜未破。 可以什么抑制宫缩，尽可能延长什么孕周，胎毛一破早产以和不可避免的时候，应该设法提高什么早产儿的存活率。再就是我们早产儿呢，血管比较脆，所以呢我们要预防什么新生儿颅内出血。那第二产生呢，可以做一个会阴切开、大切开，然后呢缩短什么呀胎头的什么免除时间，预防什么颅内出血。当然我们说产程中不要什么。 不能用胎头吸引，因为容易引起什么颅内出血，而且产房中要注意吸氧的要求。好，这是我们叫什么关于早产的高频考点。来看一下抑制宫缩药物的选择及作用机制。我们要抑制早产保胎的情况下，我们常用的几个药物，一个是利托菌，一个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硫酸镁，再一个硝苯地平，还有个阿托西班，还有叫吲多什么美辛。像这个利托菌呢，它属于肾上腺能受体什么激动剂，一般我们要静脉滴注。 如果合并有心脏病、高血压，没有控制什么糖尿病，还有什么并发症、并发重度前前期明显产前出血的孕妇，应该慎用利托君。用药期间要检测生命体征啊，别忘了。患者血压、心率超过一百二，应该减慢什么底数？因为它主要是能够什么，还会增加心率，是不是？超过一百四，应该要怎么样？停药。出现胸痛，应该立即停药并做心电监护。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药物利托君。它相对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 第二就是硝苯地平，它抗早产作用比这个什么我们讲的利托菌要更安全、更有效，但也是要什么用药期间密切观察孕妇的心率及血压变化。阿托西班一直有什么有缩宫素诱发的子宫收缩，其副作用比较小，它能一直什么有缩宫素诱发的宫缩，可以什么可以起到个保胎作用，叫阿托西班。再一个印度美，吲哚美辛，吲哚美辛呢，我们是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在三十二周之前短期应用选用的。 是比较有效的，但我们要求是三十二周前一周内可以选用，因为大剂量长期应用会引起什么动脉导管提前关闭，导致肺动脉高压。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比较熟悉。所以说这一点呢，呢要注意什么？不能长期什么大剂量什么长期使长期使用。你想用可以在什么在三十二周之前可以短期内选用是可以的。用药过程中需要密切检测什么羊血量及什么胎儿什么动脉导管的血流量，你别让它动脉导管提前关闭就行了。 好，我们看一下关于这个考例题。通过例题呢，把早产来回顾一下。预防早产的重要措施中，不正确的是哪一个？叫不正确的。对，加强对高孕妇的管理，没任何问题。必须要什么加强管理，定期做产前检查。你做得做，不做也做，是不是？你做的过程中肯定是能够什么预防早产，基于治疗什么妊娠并发症，没问题的，是不是？常规抗生素预防感染，并没有有人说早产与感染有关系，就有感染有关系，你也不能常规的。 抗生素预防感染这是错误的，是不是？大家选什么？选 D。宫颈内口松弛应该什么？再提前做一个宫颈内口什么环扎术，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预防措施呢，肯定不可能选择抗生素预防感染，这是错误的。不是治疗先兆早产的药物，不是看、哎、啊，不是治疗先兆早产药物。一个是贝塔肾上腺能受体激动剂，是不是呢？是。还有前列腺素合成酶制剂,剂，是不是呢？是。还有我们硫酸镁缓慢静滴。 硝苯地平，什么呀？是亚含化。那我们说哪个不是呀、啊？选 E。今天就是苯甲酸雌二醇，这个药物是什么？是雌激素。雌激素反而会什么？提高催产素对子宫的什么敏感性，不是治疗什么先兆早产，而是能促使你什么发生早产，所以这个药是不能选择的，对不对？这几类药物刚，刚刚讲过了，什么利托菌呀，什么的，什么英多美辛呀，都讲过了，是不是？所以呢，这几个药呢，也是我们常用的治疗什么先兆早产以及什么保胎的一个几个药物。 好看一下胎膜早破这个病比较简单啊。我们说诊断是一个是临产前胎膜破裂，叫什么？通胎膜早破。那我们说临产前的时间可长啊，可多呀，是不是？有未足月胎膜早破，还有什么足月胎膜早破？如果说不满三十七周胎膜破了，我们称作未足月什么胎膜早破；如果是满三十七周以后破的，我们叫足月胎膜早破。只要你是临产前胎膜破裂，通通称作什么胎膜早破？这个含义没有任何问题。 症状大家比较熟悉了，突然感觉什么有温的液体从什么阴道流出，这就成了什么可能发生什么呀？胎膜破裂。做检查，怎么做检查就证明是胎膜早破呢？窥器检查，检液体从什么宫颈流出，对吧？然后做阴道什么液酸度检查，会发现什么 pH 大于等于多少呢？六点五，因为阴道液是酸性的，羊水呈弱碱性，它俩一混合，一般 pH 是什么升高的？大概于多少呢？ 大于等于六点五，如果是小于六点五的情况下，那可能不一定是有羊水。那如果超过六点五，那又说最可能伴有什么羊水。你要做图片检查，你的羊水有羊齿状结晶，说明有大量雌激素。羊膜镜检查，见不到羊膜囊，可以什么直接能看到它的什么呀？线路部分，说明这前羊水呢已经怎么样破裂了。这叫常规的辅助检查，这一点比较重要，又简单又方便，可以直接做什么阴道液的酸碱度检查，非常方便，非常简单。好，这叫什么呀？ 做检查，对于膜儿影响就不用解释了。我们看一下它的处理。足月胎膜早破一般来说是临产先兆，只要入院待产就行了。然后如果是足月前胎膜破裂，这个时间大家看，三十四加什么？三十六加六周不宜继续妊娠。虽然你不足月，但基本上我们说满三十四周，孩子就成熟了，你也不需要什么继续妊娠，说该分娩就分娩就行了。然后如果是不到这三十四周，就二十八到什么？ 三十三加的周，我们可以做什么期待疗法？所以说，足月前胎膜早破，一般来说到这个时间，我们新版教材规定不宜继续什么妊娠。如果在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做期待疗法，你不用保胎了，你直接该什么？这个时候可以保胎、啊，这个时候不用保胎，直接怎么样？终身妊娠就行了。这是我们讲的足月前胎膜早破，足月胎膜早破不用讲了，那肯定是也是临产的什么先兆征征兆，我们可以什么入院待产就行了。 这里可处理，你别忘了防止什么并发症。再就是绝对卧床，如果你要做其他疗法，可以叫绝对卧床，把屁股什么抬高一点，叫臀高什么头低位儿。再一个，我们说在保胎过程中还要注意破膜超过十二小时，如果胎儿没有娩出来，抗生素常规的抗生素什么预防什么感染。其实他们早破别的不可怕，就怕什么呀？就怕感染。所以呢，一旦破裂，那我说给什么？我们整个胎儿的宫腔，胎儿的什么羊膜腔？ 跟外面是相通的，所以容易感染。那超过十二小时，我们要记住要抗生素常规的预防什么感染。啊，那病因就不用解释了。你说有胎膜炎，因为胎膜炎呢，不管是什么感染，胎膜炎会导致啥呀？会导致前列腺素释放，前列腺素释放会加强总收缩，促使胎膜破裂。压力过高，受力不均匀，还有什么它本身的抗张力怎么样？能力下降，或宫颈口松弛，或者这个什么这个酶什么呀？ 这激活什么溶体酶，破坏了什么羊膜组织，也会都会引起什么胎膜早破。不过胎膜炎还是比较常见的。好，这是病因。那做检查呢，确诊是否羊膜腔有感染，这一点比较重要。所以我要可以做羊水进行培养。那羊水图片可以检查到什么地方？格兰氏什么染色，现在是检查细菌。一下检查结果提示什么羊水羊膜腔感染？哪呢？羊水的什么 R 六什么 R L 六什么超过什么七点九？ C 反应蛋白什么超过八，然后呢，降肝素什么轻度升高，提示可能伴有什么羊帽腔感染。一旦发生羊帽腔感染，想都别想，立即考虑终止什么妊娠，这是我们特别要求的。所以呢，确诊已破膜的检查比较简单吧，可以用窥切。去检查阴道，看液体从宫颈流出，再也可以做什么 pH 值阴道什么阴道液酸度检查，还可以做什么羊膜镜，就不用解释了。 然后再一个做什么阴道液的图片检查，见到有典型的羊脂结晶，提示为羊水，还可以做什么图片染色，叫什么硫酸尼罗蓝染色，还有什么苏丹三染色，都可以什么证明是有羊水啊，阴道液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预测破膜风险的检查，可以做什么胎儿纤维结合蛋白，如果它超过什么零点零五呢，就什么容易发生胎膜早破。所以在检查之前呢，由预测检查的。 有什么证明你胎膜什么早破检查的，还有什么呀？后边我们要怎么预防感染的？你看，如果有感染表现，什么表现？哪几项提示羊膜腔感染？这几个检查呢，要区分开就行了。好，处理，咱们讲了三十四到三十六加六周不宜继续妊娠，一般考虑什么叫终止什么妊娠？如果说不到什么二十八到什么三十三加六周，我们可以选择期待疗法。这个时候呢，期待疗法怎么期待呀、啊？ 一般处理预防什么感染，超过十二小时抗生素预防感染，对不对？在期待过程中别忘了用地塞米松促使胎肥成熟。在期待过程中，谁也不能保证这孩能继续活下去，所以呢，为了防止什么胎儿娩出后降低什么死亡率，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用地塞米松促使什么胎肥成熟。如果羊水太少了，我还可以什么羊卧腔内输液，这叫什么叫期待疗法？要是基本我们超过什么三十五四周以上，我们就考虑什么不宜。 继续妊娠，该引产引产，该剖宫产剖宫产就行了。这是我们讲的什么？讲的胎膜早破的处理。再就是，如果你胎列不管你超没有超的周数，已经感染了或胎头窘迫了，想都别想，通通考虑是终止什么妊娠。如果你伴有胎羊膜腔里的感染，或者孩子已经缺氧了，无论还是大小，通通考虑什么终止妊娠。好，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小题目。胎膜早破的叙述哪项是不正确的？泼膜十二小时给予抗生素。 然后破膜发叫什么？胎膜破裂刚才在产生开始前，错了，我们叫什么？临产前什么胎膜破裂，称为什么胎膜破、胎膜早破？破膜二十四小时，即使没有胎膜不正存在，也考虑剖宫产，没有这样说法，是不是？头先露啊，头先露、未衔接或臀先露均观察胎心，什么时候都得观察胎心，对不对？胎膜破裂后，引导 PH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收高，升高哪个不正确呀？应该选的是 C 啊，破膜超过二十四小时。 没有头盆不称存在，考虑剖宫产，你还可以自己生了，是不是、啊？即使没有头盆不称存在，你该生生该跑跑，根据情况去选择，没有必要一定要走剖宫产的，是不是、啊？十二小时抗生素没问题，临产前胎膜破裂，通通成为什么？胎膜早破，这个也没问题。然后头先露未衔接或者臀先露的，无论是哪个，都在观察组胎心的，这必须的，同学们，是不是、啊？ 然后呢，一般泡沫后，它的 pH 值可以升高，不管超过多少吧，肯定是升高的。因为羊水呈什么性？碱性。考大家，羊水呈什么性呀、啊？呈碱性。那阴道液什么性呀、啊？是酸性的。好看这个题目，二十九岁，妊娠怀孕多少周呀？三十六周。阴道流约四个小时，我检查发现 pH 值超过七，说明可能有什么？有羊水了，是不是、啊？然后再一个，胎心呢？ 没有任何问题，宫缩也不规律，也没有什么。你讲的什么也不到这月份儿，但是宫缩不规律，胎儿生物评分几分？七分，估计胎儿体也不重。问你哪项处理是不正确的？已经是我们说了三十四到什么这个时间，我们通通选择可以什么叫不易继续妊娠？该生就生吧，是不是？那我们说 A 选项，泼沫超过十二小时，必须要抗生素预防什么感染，对不对？对的。看看 B 选项。 卧床休息，抬高臀部没问题的，是不是？行胎心监护，观察什么羊水颜色，然后破膜超过什么二十四小时没有临产，应该什么给缩宫素引产？然后下边一，硫酸镁静脉什么滴注？硫酸镁是保胎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说了，如果是已经怎么样不可避免了，我们没有必要给他保胎，而且周是多少周呀？三十六周，没有必要继续妊娠，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保胎呀，是不是？大家选什么？ 选 E 选项，从这告诉大家，超过十二小时必须要抗生素预防什么呀感染，然后再就是什么，一定记着破膜后超过二十小时如果没有临产，该给予什么可以给予缩宫素引产，因为它可以不没有必要继续怎么样妊娠下去，我该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就行了。所以答案呢，A、B、C、D 都是正确的，E 是什么呀？错误的。好，看这个题目，哪项不是不提示胎膜早破合并羊膜腔感染？说有细菌了。 有细菌生长了，是不是白细胞怎么样升高了？是吧，C 反应蛋白升高了？那我说哪个不提示呀？因为这个 C 反应蛋白什么小于减八，8, 应该大于八，哎，证明是什么呀？证明提示胎膜早破合并羊膜腔感染。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什么大于八，不是什么呀小于八？这个是小于八的话，就证明你没有感染表现；大于八呢，证明你感染表现。所以呢 A、B、C、E 都正确的。这个是预测什么呀？ 是预测有没有什么胎膜早破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说那 D 选项绝对是什么呀？不能提示胎膜什么胎膜早破合并羊膜腔感染。胎膜早破的病因不包括啥？钙缺乏、维生素缺乏、鼻咽微生物上行感染，然后呢胎膜受力不均匀、羊毛腔压力增高，哪个不是呀？叫什么？钙缺乏，从来没有说钙缺乏。有人说可以维 C 缺乏，说维 C 缺乏张力怎么样？降低，及胎膜早破，但是从来没有说钙缺乏，所以呢想各种维生素维 C。 我没有说钙缺乏，有人说妊高征与钙缺乏有关系，但是胎毛早破没有说钙缺乏，所以答案选什么呢？选 A 选项，其他几项都都是什么？引胎毛早破的原因。好看一下过期什么？过期产，讲完了早产，讲完胎毛早破，咱们看一下过期产。过期产的诊断呢？时间别忘了，一定是大于等于多少周呀？四十二周没有分娩的叫什么叫过期产？体征呢？ 可能一般过期的什么时候发现羊水也少了，胎盘可能可以正常，可以老化，胎儿呢可以是正常孩子，也可以什么大孩子，也可以是过熟儿，也可以生长什么首先可能是根据孩子什么胎盘的特点，这孩子什么生长的什么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母儿影响，对母体影响容易引起什么艰难产、手产率增加。因为过期呢，可能还长得比较大的情况下，容易引起什么艰难产。孩子也有不好处，容易发生胎儿窘迫、胎粪什么。 吸入生儿死亡率增高了，治疗的过程中别忘了尽早的什么处理，避免过期。所以一定记得该什么过期的还不生再检查一下，该不该生了是不是？过期确诊以后呢，也要什么选择合适的方式去什么种植人就行了。我在检查这个疾病需要注意一个事项，第一个要核实是不是真的过期了，判断过还是没过，这一点比较重要。同时我要查什么判断胎盘的功能。 判断有没有胎儿窘迫，决定我们后面的什么处理方式。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核水孕周呢？第一个，我要问病史呀，是不是？看平时月经规律，停经超过三四十二周没有分娩，可以确定为什么叫过期了。然后呢，可以根据什么？再一个，根据排卵期推算。有些人月经不规律，那我要给你排卵期推算，如果排卵期过后超过多长时间呢？二百八十天没有分娩，可以直接确定为什么过期妊娠。 再也还可以根据什么性交的什么日期推算什么预产期，因为大家别忘了同学们，我们知道这个性交日推算预产期比较简单，因为一般来说卵子出来以后只活什么二十四小时，所以呢通过性交日推算什么预产期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再也就是根据什么辅助生殖技术来实施什么日期推算，也可以什么核实这个什么是不是过期，所以病史呢这一点大家掌握。 再就是我们要是根据临床表现推算，所以核实周数非常关键。早孕发生时间、胎动出现时间，其实我们什么早期复合检查子宫大小，或者推算孕周，只要你超过什么四十二周就可以考虑是过期妊娠。当然你还可以做 B 超检查，对不对？还可以查什么？根据妊娠初期血尿的什么二十世纪增高的时间来推算孕周。所以各种方法都可以用起来，通过病史、临床表现、辅入检查，主要是来核实是不是真的超过了什么。 四十二周来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过期了？这方法呢，大家多了解一下。第二就是我怎么判断还是不是有安危的状况呢？缺不缺氧呢？第一个可以做胎动技术，再一个什么？可以做电胎心什么监护，然后可以做什么超声检查，还可以做羊膜镜，还可以做胎动技术。所以呢，来看一下胎动技术，我们现在的新版教材是这样规定的：九版教材两小时少于什么十次。 或者每天什么胎动的次数下降超过百分之五十，提示胎儿缺氧了。所以这个胎动技术过去是两小时六次，现在是两小时少于几次呀？十次，或者逐日下降减少超过百分之五十，就是、提示胎儿缺氧了。这是我们九版教材的新的规定。所以呢，我通过这个什么判断孩子的安危状况，可以第一个是什么胎动技术这个要求，第二可以做电子胎心监护，我们可以做 NST 实验。 每周查什么两次？那它它无反应，那需要做什么 OCT 实验？如果 OCT 出现了晚期减速，提示孩子已经怎么样缺氧了？如果 NST 有反应，证明孩子存活一周是没问题的，这叫电台性监护。然后第三个可以查孕妇尿中什么三醇，主要是检查一下胎盘的功能，是不是？如果它呢大于十五是正常的，小于十提示胎盘功能什么减退。 还可以查什么血中的，还可以查什么尿中的，是不是？同样道理，无论是血中的还是尿中的，只要比值少于几十，10, 就提示胎盘功能减退。那胎盘功能减退了，那我们说这种情况下，那可能还会有伴有什么缺氧的表现？胎盘都不行了，那还容易怎么样？缺氧呗，是不是？然后再一个，做一个什么生物的评分？如果这评分小于等于几分，四分提示宫内明显缺氧；如果五到六分呢，叫可疑缺氧。 所以根据结果呢，有十分就没有缺氧；，一句八分呢可能有缺氧；，六分呢可以有缺氧；，如果四分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缺氧。所以呢，做这个生物律评分，根据结果去判定那需不需要什么孩子是否是有缺氧表现。一旦有缺氧表现，立即考虑什么终止妊娠，再给他什么羊膜镜观察羊水的颜色，了解一下胎儿是否缺氧。一般来说，羊水什么正常是清晰略浑浊,浊，看到什么绿色。 还有什么棕黄色，还有浅绿色，提示大便排到哪去、啊？羊水里边去，可能会伴有它是什么缺氧的表现，所以可以做什么眼望镜检查，查羊水颜色，了解胎儿是否缺氧。再一个，我们要在分娩方式决定呢，我们要做一个 u p 家评，不叫什么宫颈程度评分，叫什么比哈尔评分，满分多少分呢？十三分，根据宫颈宽大小，宫颈管的消失程度。 它的位置、宫的软硬程度，还有宫口的什么位置，来判断什么呀？这个满这个、分儿，那成熟度评分呢比较关键。满分几分呢？叫零一二二、零一二三。然后说，你想宫颈扩张，一个宫口也没开，就零分呗，是不是？开了一到两个就一分儿，三到四个两分，开到五个以上叫什么三分？宫颈管消失，一共宫颈管是两到什么三公分长？那如果是消失了什么百分之三十，我们叫什么零分？ 四十到五十一分，六到七十什么两分，然后超过八十以上，我们叫几分是三分，然后它的位置是负三、负二，2, 还有什么负一，等于它叫零一二三分就行了，叫什么叫比哈尔评分，满分是三分，大家记住，如果大于几分啊九分引产都能成功，可以选择人工破膜，然后什么种人参引产就行了，啊，自己分娩就行了，对不对？如果是七到九分。 那就说明宫颈成熟，引产成功率百分之八十，就说让自己生的机会能达到百分之八十。如果四到六分，成功率才百分之五十。如果是你评分是三分，你就别引产了，因为它已经什么都会失败，你怎么引产都失败的，该剖就剖就行了，是不是？所以三分什么以下的都要怎么样？叫它剖宫产，因为宫颈不成熟呀，是不是？如果是三到六分呢，我宫颈不成熟，可以促进它成熟，然后呢，缩宫素引产。那如果是什么？ 在九分之间，九分以下，我们宫颈成熟了，可以做什么缩宫素引产就行了。然后如果是九分以下，不我说一破膜，然后缩宫素就可以引产了。你不用什么，因为宫颈已经怎么样早成熟了，所以大于九分以上呢，引产百分之百都可以成功，直接选择人工破膜加缩宫素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看什么，你确定的孕周，再一个确定还有没有缺氧，然后呢，通过宫颈的评分来看一下我们的分娩方式，就是我们过去里边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内容。 你看处理尽早处理啊！如果是四十一周以后，应该考虑终止妊娠。一旦确诊是过期，应该根据胎盘的功能、它的大小、宫颈程度综合分析，选择什么恰当的什么分娩方式，该分娩的分娩呗，是不是？分娩方式选择比较重要。我们先看这个，如果什么情况下引产呢？没有胎窘迫、头盆不称没有这表现，可以考虑引产。但是我们引产之前要做一个什么宫颈的什么比号个评分，大于等于什么七分。 宫颈成熟，我们就直接引产破膜加什么缩宫素。宫颈不成熟小于七分呢，我们先促什么宫颈成熟，然后再什么再引产。比如说用什么 PGE2 阴道什么制剂，它可以促进宫颈成熟，还可以用宫颈什么扩张球囊，它也可以促进什么宫颈成熟。说我们根据宫颈成熟度决定我们的分娩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在产科里边能自己生。 能、嗯、己生，能不剖不剖，但你不剖那有条件有依据呀、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呢评分大家需要了解一下，今天是几分呢？叫什么？七分。所以你说这个七分大于等于七分，我直接可以破膜加生宫素；小于七分，我促进功能成熟以后再做引产就行了。好，剖宫产，大孩子他妈功能已经不行了，他评分小于等于三分，啥也别想了，你再用引产他也不成熟的，是不是？我直接选择怎么生呢？剖宫产就行了。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叫过期妊娠？除了末次月经外，哪些因素中不能用于什么推算孕周呢？就是问你哪个不能用于推算孕周？这个尿妊试验的出现的时间、阳性试验时间、早孕反应、胎动开始的时间，然后孕期 B 超检查资料，二小时尿什么三醇？大家选什么呀、啊？选一，这是反映什么胎盘功能的？哦、呃，不能反映什么？你到底什么时候怀孕的？没法去推算什么时候怀孕。所以呢，二小时尿。 三醇测定那是什么呀？那是查胎盘功能的，是不是？你说你什么时候怀孕的？你胎盘功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题那选 E 是不可以的。好，看一下这个题目，过去妊娠需要立即终止的项目是哪一个？哪项需要立即终止妊娠呢？有反应没有必要，有反应说明还还能活一周来，是不是？O C 什么性阴性，阳性是由什么有晚期减速，有晚减就有缺氧表现。 它的比值小于几？小于八，小于十代表什么？胎盘功能减退呀、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答案选什么呢？选 C 选项。那如果说大于什么十五，15, 胎盘功能没问题，所以你没有必要说立即做妊娠，你还得考虑考虑怎么去改善它，怎么去最好什么时候做妊娠，还选择择期。但如果是小于十，提示你胎盘功能已经减退，你必须考虑什么做妊娠？说两小时胎动次数多少次？十二次。我们说了，两小时要什么？要小于十次。 证明还有缺氧的表现，我要考虑种植人参，它是十二次没任何问题。标题是羊水的平段期是六也没问题，羊水指数是什么？小于五羊水过少，羊水过少必须考虑什么？种植人参。所以这个答案呢，根据题意我们选什么？选 C，考大家你咋判断还是有问题的情况？ 评分几分是得二分，怎么办呀？得二分是什么？公共开几个呀？开四个得几分？得二分，这是评分的得的标准啊。说你宫颈程度评分得的是二分，那哪一个比较合适呢？这是什么？选 A 选项，开四个得什么？得二分。那你要是说不是零一二三嘛，是不是？先露位置是负二，那是什么一分的？是不是？宫颈和球状什么八十是三分的？是不是？在后方是什么是零分的？然后中等硬度是什么是一分的？所以呢，大家选什么？选 A，开四个宫口几分啊？是四分。 明确过期了，胎儿宫内没有见异常，也没有产科指征。处理原则怎么处理呢？依然叫什么缩宫素什么引产。明确过期了，胎儿宫内没问题，那就该引产怎么引产呗？是不是？没有你讲的产科指征，所以我们就可以做缩宫素什么引产。不过在引产之前，建议你做一个什么宫颈的评分？是不是？这当然选什么？选 A，该引产的引产啊。明确胎心监护平时几分？五分。羊水指数什么是三？ 然后没有产后指证，羊水指数是三，是提示你羊水怎么样过少了。处理原则怎么处理？立即做什么？剖宫产？为啥呢？孩子已经怎么样？羊水过少，哎，胎心监护什么评五分，有伴有缺氧的表现。所以呢，我们要求是立即考虑什么？剖宫产。已经有缺氧表现，也已经有羊水过少，那必须怎么样？该剖就剖吧。几呢？六。 临床出现什么频繁晚期减速？啥还不用说，频繁晚期减速，还已经怎么样缺氧了？所以你羊水还是可以的，但是已经出现什么晚期减速，还已经缺氧了，必须什么立即剖宫产。缺氧的那要求就是立即剖宫产，这么简单。好，看这个明确过期了，它是宫颈位间异常、初产，而且头是高浮的，还体重比较大，那你说怎么处理呀、啊？该生就生了，是不是？我们叫择期什么剖宫产？现在没问题，但是孩比较大，又是第一次成。 第一次分娩头呢什么位置比较高，那我们就选择什么方法呢？叫择期什么剖宫产，没有说立即。如果伴有还缺氧的表现，我要立即做什么剖宫产？那我们还可以等等，叫择期什么剖宫产？这剖什么问题了？但然需要什么？没有必要是立即剖，可以叫什么择期剖宫产。所以这些要求就告诉你，一旦有缺氧表现，什么都别想，立即什么终止妊娠。如果有产科指征，你可以什么自己分娩。那如果没有产科指征，你就做剖宫产就行了。 好，我们看这两个病叫胎盘早剥与什么前胎盘，它俩都是什么妊娠晚期出现一个疾病。所以讲胎盘早剥呢，就是位置正常，在我们胎儿娩出之前，提前从子宫壁上剥离，成为胎盘早剥，对不对？前胎盘呢，是它的位置发生改变了，也出血，我们叫前胎盘。不过大家看，这叫什么隐性剥离？这叫什么显性剥离？这叫什么混合性剥离？ 隐性玻璃，阴道可能没有出血，所以胎盘早么有个特点，阴道出血可能给什么，给你贫血不成比例。大家看这个隐性玻璃，它想有什么血出来了没有？没有啊，是不是？那这叫什么玻璃呀、啊？叫显性玻璃。显性玻璃吧，还有出多少血，还能从什么，从阴道里出来，能看到。像这个混合性玻璃，原来开始是隐性玻璃，后来呢什么压力越来越大，最后把胎盘边缘给冲破，血出来了，叫什么混合性玻璃？其实我从这也可以讲。 不管你是混合玻璃还是隐性玻璃，有一个特点就是阴道出血可能跟你贫血是不成比例的。这这一点要明确。这叫什么呀？胎盘早剥。当然，如果血出不来，可能会引起什么？血会什么？可以到羊膜腔里边，也可以到子宫的肌壁，到肌壁里边去，会导致某一个地方什么子宫的什么肌壁被着什么血液给浸润了。从外观一看成了紫蓝色，我们称为子宫胎盘什么粗重。这含义能明、那个、就明白就行了。 好，这是叫什么叫胎盘早剥？看一下这个病叫什么？前置胎盘，位置改变了，跑哪去了呀？跑的位置比较低，低到什么程度？直接把宫颈口盖起来了，是不是？我们叫什么叫前置什么呀？胎盘？你看这个，把宫颈口全部盖完了，我们叫完全性前胎盘，也称为中央性前胎盘；盖下一部分叫什么叫部分性前胎盘；然后在边缘，我们叫边缘性什么前胎盘？ 所以说前置胎盘是什么位置改变了？它为啥出血呢？在子宫生理性收缩过程中，然后呢，生理收缩子宫的什么靠近宫颈口边的胎盘，就跟什么宫颈口边缘摩擦断裂，血管断裂出现出血。所以呢，那有一点，这个血出多少血都从这阴道口怎么样出来？它就是从什么呀？从宫颈口的边缘那里出来的。所以胎盘前置胎盘呢，阴道出血跟谁给它？ 休克是成比例的，你出血多了都从那里出来，所以阴道出血量跟休克是成比例的。那像胎盘早剥不一样，是在里边没出来，所以阴道出血呢跟你休克是不成比例的。这又叫什么叫前置什么胎盘？它主要是位置的改变。好，咱们看一下它俩的区别，从病因、病因理、症状、体征来看一下。这个原因像我们讲胎盘早剥主要还将这孕妇血管病变，最常见什么病呢？叫妊高症。 妊高征是全身小动脉什么痉挛呀？是不是？啊，胎盘小动脉也要痉挛，痉挛时间久了，缺血损伤，血管断裂，出现出血，发生胎盘早剥。再就是腹部受撞击或者宫腔内压力突然什么突然降低，也会引起胎盘呢会提前剥离。这种情况呢是病因比较常见的。你说也下，被撞了一下，然后撞成了什么胎盘早剥？而前胎盘呢，主要是胎盘面积过大，比如说双胎呀、啊、副胎盘，或者是子宫内膜有病变。 子宫内膜有病变，胎盘为了获取更多营养物质，要使劲的什么向下去发展，然后呢就形成了前置胎盘，这是什么它的原因？那你看病理，它主要是底蜕膜什么出血，然后在胎盘后面形成一个血肿，而它呢出血主要是什么原因呢？胎盘长在子宫下段，覆盖宫颈内口，那一收缩呢宫颈内口宫颈内口是什么有孔的，对不对？这个边缘给它一摩擦，然后出现出血，这样的特点，铁征啊突发什么？ 腹部剧痛，为啥是突发腹部剧痛呢？内出血刺激子宫什呢，使劲出，使劲什么收缩，所以叫突发腹部剧痛。然后呢，休可能内出血多了，伴有啥表现？休克表现，因为内出血出不来，说刺激子宫使劲收缩，所以子宫呢摸上去什么叫硬如什么板状？子宫叫什么板样硬？而且宫底也上升了，因为有积血嘛，是不是？胎位、胎心也摸不清了，阴道出血量与你休克失血表现不成比例。 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啊？内出血没出来呀、啊，是不是？就因为内出血没出来，所以子宫怎么使劲收缩？搜索内出血出来的什么越少，子宫的什么就越硬，叫什么板样硬？是子宫板样硬。你像我们全胎盘不一样，它是一个生理收缩引起来的，叫无痛性阴道出血，而且患者一般情况与血栓有关系。那子宫的张力是正常的，胎头怎么样高浮？为啥它都高浮呢？因为胎盘在宫颈口挡住了。 我们孩子下不去，所以抬头一般都怎么样？没有入盆，叫抬头什么高腹。那我们说从这儿讲，前胎盘阴道出血呢，跟你血量是成比例的。那胎盘早剥呢，阴道出血与什么血量是不成比例的？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对膜的影响，一般胎盘早剥呢啊、呃，尤其容易得发生孩子胎儿功能窘迫、死胎、死产发生率比较高。你像我们前胎盘呢，主要是对胎儿影响，主要也是胎儿功能窘迫。 与血量有关系，如果血量多了，孩子也会缺氧的，对不对？确诊都靠什么呀？B 超，一个 B 超，什么呀？可以改变什么？全部的什么表现？那处理呢？像胎盘早剥呢，比较可怕，就是它呢，剥离胎盘组织会让妈妈发生 d r c 所以我们一般有要求，纠正休克的同时，立即考虑种植妊娠，可以引导生，可以剖宫产，怎么快怎么来。所以我们说，比如说小阴道分娩可以，要求是什么？ 头已经下来了，S 值正三或者正四，s 要求肱骨开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阴道分娩。没到这种程度，通通选择什么剖宫产？但有要求，在纠正情况的同时，但是胎盘早剥，大家看一下啊，再看一下叫前胎盘。那前胎盘呢，它不会发生什么 d r c 的，所以呢，如果是什么不到三四周还,还不成熟，我可以保胎嘛，是不是？可以保胎，能保什么则保就行了。如果是。 完全性、部分性前胎盘，你像我们说，胎头呢被什么被我们的什么胎盘挡住了，所以这种生想自己生也没法生，怎么生呢？选择什么呀？剖宫产。如果边缘性，反而在分娩过程中，胎头下降过程中，反而怎么样把边缘压住，反而不出血了。我们可以什么呀？经过阴道什么分娩，这叫边缘性什么前胎盘，可以经过什么阴道分娩。好，这是我们的什么前胎盘，胎盘早破的处理。 好，咱们看一下具体的分数来看一下它的要点。前置胎盘阴道流血特点，记住无痛性、无诱因，还有反复发生，多少不定。大家记着，时间就是多少周呀？二十八周后，二十八周后无痛性、无诱因、反复发生的阴道出血，首先考虑就是前置胎盘。一般来说啊，刚过二十八周就发生的，就考虑可能是完全性；然后如果是在分娩过程中发生的，可能是什么呀？边缘性。 那如果是在什么就有两者之间的可能是什么部分性，一般就提示你要记着刚过二十八周就出血，首先考虑什么型呀？完全性，什么意思呀？那个胎盘把宫颈口怎么全盖起来了，所以肯定是出血时间早。再一个，一旦出血量可能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叫什么型？完全性，可以通过时间的早晚、血量的多少判断是完全性、边缘性还有什么部分性的特点。我有也比较简单，主要是你把这句话记着。 二十八周后无痛性、无诱因反复发生的阴道出血，首先考虑啥病呢？叫前胎盘。刚刚二十八周就发生了，考虑什么性？完全性。分娩的过程中发生的叫什么性？变缘性。那介于两者之间的叫什么性？可能是不分性。这不行完了吗？是不是？然后咱们看一下备注啊，第九版的本科教材它又加一个类型，叫什么？增加了叫低质胎盘。如果这胎盘的位置。 就叫宫颈内口小于两公分的，我们叫什么叫低置胎盘？还增加一个叫凶险型前胎盘诊断，什么意思？呀？怎么情况下叫凶险型前胎盘呢？前次有什么剖宫产史，然后、啊、这次妊娠为什么前胎盘？关键是那个胎盘吧就在那个剖宫产的位置，所以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发生什么子宫破裂，我们称为凶险型的什么前胎盘。 你说我们九版教材又把这两个什么这两个特殊类型加里面去了，所以同学们可以了解一下就行了。好，这是叫前胎盘，咱们看一下胎盘早剥病因，在我们考试做题过程中常见就两个，一个是妊高征，再一个腹部受撞肌，在这两个病因的基础之上，突然出现腹部什么剧痛，而且子宫什么叫硬如什么板状，胎心胎位不清楚了，还伴有休克表现。 阴道出血与内出血不成比例嘛？是不是？所以叫休克表现。检查呢？做 B 超检查，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叫胎盘早剥。咱们看一下这两个病的区别，通过题目来了解一下。怀孕三十周是二十八周以后，阴道流血三天，增多两个小时，进入医院。一检查，血压，看到没有？有点低了，脉搏有点快了。然后呢，宫底渐突下什么三横指？三十周。 剑突下一般我们说叫剑突下三棱指，背角什么接近角轴数，臀先路 L S A 胎心呢是这样的，然后呢有规则宫缩。为了进一步确诊，首先做哪项检查？无论是前胎盘还胎盘早剥，最好的办法 B 超。不要忘了，无论前胎盘还胎盘早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检查呀？做 B 超检查。所以呢，它有宫缩。 有着腹痛，然后呢，宫顶位置要偏高，所以首先考虑什么是胎盘什么早剥？这个叫什么检查呢？叫 B 超检查。血压的下降，脉搏又的加快，这叫什么？有休克表现。接要问你最可能诊断什么诊断呢？是多少周啊？大家看看，应该是什么三十周啊？是不是？所以问大家可能是哪种情况呢？最可能是完全性什么前胎盘？因为你看一出血出了挺多的，所以判断是完全性。 边缘性还是部分性？大家记得，完全性。第一个，出血时间早；第二个，怎么样？出血什么量多？所以一次出血出这么多量，时候休克了，最可能什么型？完全性，或者是刚刚过二十八周出血，就考虑什么型？完全性。你说刚刚过二十八周，三十周可以出血，一次出血，大脑出血都休克了，所以我们考虑是什么？是完全性什么前胎盘？ 强化了处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那你说得强行休克吧，是不是？所以强行休克同时怎么处理啊？我们就做什么卧床休息，给镇静剂，然后呢观察什么人些变化。然后我们说，要是如果这个，呃处理它有什么休克，同时我要什么给予什么呀？也处理一下休克表现，然后给镇静剂，卧床休息，随随时观察病情，出现问题及时什么考虑终止妊娠。背景是多少周呀？才三十周啊。好看这个题多少周？三十六周。 不慎被什么被撞了一下，然后感到腹痛，伴有少量阴道流血，自个儿胎动消失。司机说胎动消失，我也没买到什么胎心。初步诊断：撞击以后出现腹痛、少量出血。首先考虑是胎盘什么早播。然后我问大家，这个题目正常位置胎盘早播，哪一项是错误的？胎盘早播，正常位置胎盘早播，哪一项错误的？附着于子宫下段，胎盘发生剥离，错的，是不是？ 它是什么？胎盘的位置怎么样？正常，因为说正常位置，胎盘早剥是位置正常的，所以你在子宫下段，那叫前胎盘。所以你呢说妊娠晚期伴有腹痛，反应到出血，考虑是胎盘早剥。一旦确诊，应该尽快什么终止妊娠？然后正常出现一个尽快什么呀？结束分娩。然后我们在这个重症胎盘早剥可以有发什么 d r c 刚才我们讲过了，为啥要终止妊娠呀？它可以诱发什么 d r c 呀？是不是？好，这个题。 三十八周已经足月了，主要是胎盘早剥，行了一个什么剖宫产术。术中间子宫是什么颜色？有一部分变紫了，这地标准软。胎儿胎盘娩出以后的大量出血，怎么按摩就什么按摩不了了。这什么原因？同学们叫什么叫子宫胎盘粗重？那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要什么子宫切除？肯定是我们讲的是胎盘早剥发生了什么呀？子宫胎盘粗重。所以子宫色泽质软，叫子宫胎盘卒重。这种情况下。 血止不住，我就一个办法：子宫什么呀？切除。